昨日，陈妍希在零点为老公陈晓送上生日祝福，简直甜翻了一众网友。不仅如此，她还罕见分享了一张全家福，一家人久违同框，齐齐整整的画面，温馨又幸福。7月6日，陈妍希再次更新动态，轻松欢快的语气，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好心情了。我想要唱出我的灵魂， Can you hear that？ 我想要对自己诚实，那很重要不是吗？